每项比赛都紧张刺激，让人热血沸腾。热爱运动的民众想追比赛，除了守在电视机前，现在有不同的平台可以选择。今年我们特别在这个除了我们自己电视台以外，那么我们也邀请了这个ET Today 啊，这个等于一个数位的电视哈，然后也有所谓的它是属于 FB 哈，然后另外一个是属内自己的动资啊，它属于 YouTube， 所以可以说现在的赛事你可以在各个平台，在各个时间各个地点你都可以看得到。有了更多表现舞台，选手们也很兴奋。我觉得就也是有多一点可以就宣传我们射箭联赛的机会，不错。观众也是比赛的一部分，那不管是在现场还有在透过一些直播平台关注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他们的给我们的加油跟鼓励，也给我们很大的动力。网络直播无远佛界，邀请观众一同参与，体育树也搭上 OTT 浪潮，将比赛画面整合到网络平台上，丰富内容不让体育迷们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是未来整个转播的趋势，那未来这一次也有转播掌握到，我们希望透过不一样的平台，让更多的这个国人能够关心到我们运动的赛事，借由多元转播平台为体育选手们提供更多表现的机会，喜爱运动的观众朋友们也能利用不同的方式随时看比赛。人间卫视郑秉成、陈玉轩台北采访报道。